大家好，这里是沈氏女科临床入门100讲课程，我是沈氏女科二十代传人，北京中医药大学李成卫。沈氏女科起始于明代洪武年间，至今已经经历650年。650年，二十代沈氏女科传人，学术研究硕果累累。沈氏女科临床入门100讲，系统介绍沈氏女科全科入门的临床知识。今天我们学习沈氏女科临床入门100讲第9讲去邪法第5六淫表症。一、割绝阐释。一、割绝六淫表症：表分寒热、胎逆湿、经房三人淫巧散、分里来楼以车拦、扶正一位齐先扁。二、阐释：表分寒热、胎逆湿、经房三人淫巧散。表症主要有风寒、风热、湿温三种。薄白胎为风寒，当辛温解表，用经房败毒散；薄黄胎属风热，当辛凉解表，用淫巧散；薄逆胎为夹湿，分利三焦，宣畅气机，清热利湿，用三人汤。分利来楼以车拦。润便选用莱菔子、全瓜蒌、全当归、白菊花、桃仁、草决明。利尿选用车前草、白花蛇舌草、泽兰、石韦、泽泻、冬瓜仁、桑白皮。扶正一位齐先扁。老人、儿童、妇人经期或虚弱之人需要扶正驱邪，可以加一位生黄芪或者党参、仙鹤草、白扁豆。第二个内容，临床应用。一、外感风寒风热以及湿温的舌象主症的鉴别。表症主要有风寒、风热和湿温或暑温三种。外感病以薄胎为主，故变色又是关键中的关键。薄白胎为风寒，治疗应当辛温解表，用经房败毒散。薄黄胎属风热，当辛凉解表，用淫窍散。薄逆胎为夹湿，为湿温或暑湿，治疗以分利三焦、宣畅气机、清利湿热，用三仁汤。三种表症的关键是看舌苔，临床上见苔逆就是湿邪，再用主症鉴别外感是风热还是风寒。这里主要有三个指标：一、问寒热。物寒重发热轻，以寒为主，寒重热轻就是风寒。反过来，热重寒轻，高烧 39.5 摄氏度以上，不怕冷，仅仅是怕风，中医称为恶风或畏风，就是风热。二、咳痰。便痰的寒热不在色而在质，不管黄白，稀薄的痰是风寒，粘稠的痰是风热。三、是便汗和痛。无汗关节和头痛就是风寒，有汗咽喉痛就是风热。外感风寒风热以及湿温的主症特点和关键药物，首先是风寒表症。风寒表症它的主症特点是寒重热轻，恶寒无汗，头项降痛，鼻塞声重，咳痰鼓楚，胎薄白，脉浮紧，治疗以辛温解表，方用经房败毒散。经房败毒散中经界防风、解表散风为主要，辅以柴胡、前胡宣解表邪，川芎行血祛风，桔梗、枳壳宣肺祛痰，茯苓甘草健脾化痰，羌活、独活散风祛湿。其中关键的药物是经界防风和川芎。经房败毒散辛温解表，但它的发汗作用比麻黄要轻一些，而且没有麻黄的副作用，临床可以用来代替麻黄汤解表止咳。二、风热表症。风热表症：热重寒轻，咽痛汗出，咳痰粘稠，胎薄黄，脉浮硕。治疗以辛凉解表，主方是淫窍散。
方中银花连翘，清宣透表，清解热毒为君药。金芥豆豉薄荷，心散表邪，透热外出，是臣药。竹叶芦根，清热生津，牛蒡子桔梗宣肺利咽为佐使药。生甘草清热且能调和诸药，全方能疏散风热，清解热毒。其中关键的药物是金银花、连翘和薄荷，可以选加川芎透窍帮助发汗，云茯苓和车前草利小便给邪出路。第三，湿温暑湿表症。湿温初起，湿重于热，症见头痛恶寒，身重且痛，中满不积，午后身热，舌白不渴，脉弦细如。治疗以分利三焦宣畅气机，清热利湿，以三仁汤。该症容易误治，所以吴鞠聪有三个告诫。其一，不可见头痛恶寒而发汗损伤心阳；其二，不可见中满不积而误下伤阴；其三，不可见午后身热而滋阴敛湿。治疗以宣畅气机清利湿热。方中，杏仁清开上焦肺气，白蔻仁行气化湿，生薏仁淡渗利湿，加以半夏厚朴散满除湿，滑石通草竹叶淡渗湿热，成为宣上畅中渗下之剂，清利湿热的效方。三，外感风寒风热及湿温的间接治疗策略。首先一定要注意扶正祛邪，尤其是中老年人得了外感病久治不愈，有时就是因为没有注意扶正。扶正要效仿古方参苏饮，在解表药中加一味人参来扶助正气。还有一个方子是名方小柴胡汤，里面也是加了一味党参来扶助正气以解表。扶正祛邪加一味扶正药，不只是用参，用生黄芪也可以，但只能加一味，加多了就怕有敛邪的问题。其次一定要透窍，可以用川芎桔梗蝉衣，根据风寒风热的不同选用，但分量一定要轻，只能用五克，五克才能往上走透窍，量大了就往下走引药下行了。再次要给些出路，要润肠通便，淡渗利尿。润肠用莱菔子、全瓜蒌、草决明、桃仁可以，利尿可以用车前草、白花石舌草、云茯苓石韦或者是薏仁。最后一定要注意治疗暑湿外感或湿温的时候，见到舌苔厚腻，再用三仁汤分利三焦的同时，必须要加清暑的药，一个是藿香，在六七八三个月期间一定要用上，另一个是六一散，滑石和甘草用6:1，然后六一散30克用荷叶包煎煮。第三个内容是案例分析。外感病首辨表里，再区分风寒风热、湿温或者是暑湿，其中湿温最为难治，也最容易被误治，要学会用舌象来区分，见苔腻就是有湿。我曾经治疗过一位老人，男性72岁，低热半年余，从开春2月份到入秋9月份一直低热不退，曾经服过经房败毒散、银翘散，按风寒风热治了，还服过小柴胡汤、青蒿鳖甲汤、当归六黄汤，甚至甘温除大热服过补中益气汤都没有效。当时我看他的舌苔黄厚腻，于是改用三仁汤加青蒿厚下30克，七剂就痊愈了。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，后面还有新的内容，关注医圣学堂公众号，有更多更实用的课程跟您分享。